他们公司都有谁啊？哎，你能不能先坐下来啊？这玻璃都透明的，你看见没看见啊？你有没有做功课啊？待会儿焕姐来了怎么说？冰冰棒总知道吧？现在最红的，人家现在一部戏啊3000万，就整成那样的还3000万呢？能不能小声点？就他那样的，我以后肯定要霸屏。嗯。姑娘，口气不小嘛。焕姐，哎呦，焕姐呀，好久不见了，你又漂亮。嗯，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说的蒋雅熙，怎么样？真人比电视上、杂志上漂亮多了吧？还行吧。姑娘，哪儿人呢？喂，香港人。香港人。姑娘，在焕姐的办公室里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诚实。把舌头捋直了说话。到底哪儿人？焕姐，她真是香港人，爸爸香港富商，刚来内地。我天天教她说普通话，说的还不太好，你看看这。那你爸妈做什么的？哦、，Daddy 做一点小小的生意 ，a little business。哎呦，我都说了，亲爱的，焕姐是自己人，见着焕姐你就不用打马虎眼。他爸哪是小生意啊，大生意，特别大，有钱。Williamson，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话？我想听他说两句，行不行？嗯，说说吧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觉得我唱歌比较好，而且唱歌比较好听，所以想要做歌手。做歌手，行啊。但是我觉得这比赛就没必要再继续下去了吧。焕姐，我们都进十强了，你现在退出太可惜了吧？我有一个更好的计划，要不然我说出来让你老沈参考参考。别呀，焕姐，我参考什么呀？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好，知道香港有个组合叫 Twins 吗？嗯，女子组合，唱跳俱佳，特别红。现在市场就需要这个。我前段时间在韩国发现了一个姑娘，跟她长得还挺像。我在想，要不然把她们俩做成一个组合，一起推向市场，这样一定能够红的。我不要做什么组合。Twins 啊，你们香港很红的 Twins， 是不是？我的意思其实是我想要一个人单飞。小姑娘，你要是红了呢，你想干嘛就干嘛。但是在这之前，你就得听我的，这是规则。好吧，老沈，你们考虑一下吧。不考虑了，焕姐，听你的。组合嘛，挺好的，组合。听死。我告诉你，我不要跟任何人搞什么组合，不然你把我爸给你那些钱全部都要吐出来。哎呀，你这个丫头怎么这么死脑筋啊？我能害你吗？不能吧，是不是？这叫做曲线救国，你相信我好不好啊？等你红了，你想干嘛就干嘛，你想自由就有自由啊。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反正我告诉你，要做不做是你的事儿，想好了告诉我。哦，来了。你是不是一整天都没出门了？啊，
有这么好玩吗？啊，这一台比较好，换的好。之前那台太卡了。《功夫之王》上映了，是成龙和李连杰演的，他们都说很好看。哼，是吗？那在这看，用电脑看。网上现在还没有。我有办法的。别忘了我是什么专业的。那你翻啊。 好，我肚子饿了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出去吃吧，我正好要去趟银行。你去银行干嘛？我信用卡不见了，我再去补办一张。 你不能再办信用卡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不用管我，我心里有数。许毅，我是不会再让你去办卡的。你知不知道张安为了帮你还那些卡有多辛苦？你能不能控制一下你自己？是他自己借，他帮我还，关我屁事。许毅。 而且不求回报的女生，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，丽儿，你相信我。谢谢光临，谢谢。 新做的蛋糕要不要尝？现在，新加坡四川省汶川地区地震区，北京时间5月12日10时28分，位于北纬31度，东经103.4度的四川省汶川县，发生了7.8级强烈地震，震中位于阿坝州汶川县，地震造成伤亡惨重。 相邻的北川县、德阳市、都江堰市、眉山市、茂田等，直接死亡人数近3万，与四川相邻的陕西甘肃等等，死亡人数也近1000人。快点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赶紧回去上课。我请好假了，我陪你一起去。那边现在还有余震，很危险的。你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对了，他电话还打不通吗？会不会换号了？不会的。
应该是当地通讯还没有恢复，你别想太多。他的学校在镇中，我真的非常担心啊。别担心，一定会没事的。现在想想，跟他在一起的两年，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。等你见到他，当面跟他说。消息也是好消息。哦，对了，通往虹口镇那条路还没通吗？我明天问问送物资的师傅，总会有办法的。郭晴月，你画的是什么呀？我画的是全家福，我以前家住在那里。来上美术课，大家现在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小本子呀？是。那一会儿呢，老师说开始的时候大家想到什么就画什么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有没有不知道要画什么的举手告诉我？我的确知道。啊，你要画什么？我不知道画什么。你不知道画什么？你要画什么？画这个场面。画这个场面，对不对？哦，加油啊。那你平时最喜欢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喜欢什么动物？狮子。狮子，那你就画狮子好不好？好。那你告诉老师你要画什么呢？我要画公主。你要画公主，因为你喜欢小公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数一二三，大家就拿起画笔开始画，然后我跟小耳朵老师会检查，好吗？好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画，看谁画得快。那这个呢？玫瑰花。玫瑰花。花色。山不是应该有点起伏吗？要重新画。小公主。小公主啊。这是。然后这里是太阳，对不对？对。一只小猫。一只小猫，好，再画一只小猫。一只眼睛睁着，一只眼睛闭着。大家一起来唱歌吧！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小耳朵，我跟你说，
你多吃两碗，下午还有几十箱物资要送回来，有的扛。给大家，把药箱给我。要不要再找点药？我没事，一点小伤，你休息会儿吧。没关系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来了三天了，你呢？我也差不多。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能干点什么啊？我陪我师姐来的，她前男友毕业后回这里教书，在这次地震中失踪了，一直联系不上。他们学校离这里很近，但是路堵了好几天，我们也进不去。正好这边需要志愿者，我们就过来了，一边帮忙一边等消息。我看这天还得下雨，要是再下雨的话，这路两天是打不通了。睡一觉可能会好一些。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。一开始会觉得撕心裂肺，甚至熬不过今晚，但是总会过去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日子还得继续。那你过去了吗？你呢？好像有时候过得去，有时候过不去。你和许弋怎么样了？不算太好，离开上海前还吵了一架。下个月我要去上海，参加一个网购培训班，正好去看看他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有时候真的觉得好累。别想太多了，早点休息。你也早点休息，明天早上五点还要出发，注意安全。好，拿着，我先去忙了。志愿者的车翻了，大家快来一起帮帮忙，走。车子是早上五点钟出发的，现在山顶花坡把整个车子都埋了，我们要抓紧时间，否则里面的志愿者就会遇到窒息的危险，而且整个村庄的物资都在那辆车上。
前面塌方了，都堵了一公里多了。哎，前面堵了一公里长，我们走路过去吧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很容易发生滑坡的。喂，小姑娘，给我抓住！拦不住啊，她男朋友好像在车上。不管你恨我，在我没有完成救赎之前，我只有比你想象中过得更差。我欠很多人一声对不起，却没有机会说。连解释都没得解释。这样挖挖到什么时候啊？救生机也都在后边呢，不靠人挖没有办法呀。人是不是压在里面了？哎，危险！回来，回来！谁欺负你了，不成这样的？不关你的事。谁是那个世界上唯一的你？反正不是你就对了。很多东西，逃是逃不掉的。新年快乐。没事儿，这里不安全，我们快走吧。下次记住，这个是手，又不是挖掘机。好些了吗？被你一下好多了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分手之后，我一直挺恨他的。我真的很少给他发信息的，要发我也是骂他。我跟他说，
我说有本事你就换号码呀。他说他不换，就让我这么骂着。有一天我要是不骂了，可能我就好了吧。以前你说上学谈恋爱的时候吧，他经常就跟我说，他说毕业之后他一定是要回老家的。我就说那很好啊，我就跟你一起回去。他就支支吾吾的也不说话。后来拿到毕业证，他就请我吃了顿饭，我们就在一起很开心的在聊我们的未来。可是第二天我送他的时候，他就要跟我分手了。他说他们家实在太穷了，他不想让我过去跟着受罪。他应该是真的为你好，怕你吃苦。他是个好人，救了43个学生，还有2个老师。我知道啊。对了，我看见他老婆了，我把我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。他问我，他说那你是谁呀？我说我是他上海一个特别好的朋友。他老婆抱着我就开始哭，使劲儿的哭，肺都快哭出来了。你是不是早就不恨他了？其实有些人你真的没有必要恨他，因为这个人说不定一下子就没有事儿，我应该的。哎，别走，你等我。好的。没有啊，饿了吧？我喂你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行了，别再磨磨唧唧了，小心我揍你啊！来，来，慢点，小心烫。其实有些人你真的没有必要恨他，因为这个人说不定一下子就没有了。快点！爷爷在家。
我睡觉了。我唱一个吧，好好好，来唱一个，唱一个，唱一个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。那个，哎，你去那边坐会儿，你让我坐下，你快点，我没地儿坐，那边坐会儿。听说你要回上海了？嗯，我要回去上课。时间过得真快啊。不过感激的是时间，总能把不好的带走，把好的留下，让我们珍藏和回忆。你怎么突然变得那么文艺了？可能是这两天的感触吧，觉得在生与死面前，其他的一切都算不上什么。小耳朵，你是不是没那么恨我了？巴拉，我好像没办法再恨他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左耳听不见。以后不许那么傻，永远要记住，生命第一。我以为你会说友谊第一。友谊也很重要。这首歌真的很好听，也很熟悉。欢迎下次光临，老板，茶喝一点。好嘞。你回来了，这段时间都忙死了。
那边怎么样？林过两天回来，他还有事要处理。我知道，我一直给他发消息呢。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你有时间去看一下徐毅，他家里好像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他爸爸好像被车撞了，在医院抢救呢，联系不上你就管我借了5000块钱。徐毅，徐毅，徐毅，啊！你为什么要跟熊胖借钱？我爸出狱了，来上海找我，结果被三轮车撞了，小腿骨折，住医院需要一大笔钱，我借不到，又找不到你，没办法。够了，你不要再说谎了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么没出息，对吧？骗钱就是不对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样做让我很没有面子。骗钱？你要不要办法把我抓起来？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做吗？我哪敢？你不要这样看着我。什么？好像我是你的耻辱。以后米米的事情就交给我，我亲自来带他。我觉得他不错。你放心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包在我身上了。那最好了。赵叔叔，你这红颜知己还挺多的啊。米米，你不知道，我跟你赵叔叔认识的太早了。当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，身上只有100块钱。要不是你赵叔叔搭把手，现在啊，我恐怕流落街头，说不定早就滚回安徽老家了。没那么惨，授之以鱼。姐，我知道你为啥这么成功了。嗯，因为你懂得感恩啊。你放心吧，等我以后成功了，我也会对你好。嗯，对赵叔叔好。先别急着表态，这次机会很难得，以后你要听欢姐的话。嗯。不要太任性，不要自作主张，有能力。必须的。海胜，米米在韩国学习了一年，成果怎么样？特别好。这个还有待检验。这样吧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建议米米和另外一个女孩组成一个女子组合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 Girl。因为现在特别流行女子组合，推出去一定能红。而且那姑娘我见过，家境很好。家里还愿意出一定的宣传费用，最重要的是他跟米米呢长得还有那么点相似，我觉得这就是缘分。你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，我就尽快安排他们俩见面，联络一下感情。宣传费用呢，我也可以出。你做这一行有你的一套，我自然是放心的。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说清楚，米米她有哮喘病，不能过于疲劳，嗯，得有专人来照顾她，费用我来出。哎呀，我才没有他说的那么脆弱呢。姐，你放心，我会很乖很听话的。米米啊，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。我刚入行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位前辈告诉我说，艺人艺人异于常人，所以你要是打定主意要进这一行，以后可有你吃苦受累的时候，到时候你可千万别跟我哭哦。你放心吧，姐，我爸妈走得早，从小时候我就知道
哭这件事儿一点用都没有。好，有你这句话就行了。不过你刚刚的话以后只能跟我说，在媒体面前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也得听我的，明白吗？遵命。来，我们从这开始，五六七走 ，one and two， 这个手再稍微离开一点啊。哎，亚西，你来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米米。